感恩您前来参与佛恩亲恩众生恩2018与佛大典。今晚大地和风，天清气爽，我们20000多人共聚在此，更有龙天护法翩翩降临，让我们以诚恳之心全体请合掌，恭请法师带领大众广邀十方菩萨云来集，齐声唱诵炉香赞。
台北市长带领市府团队与媒体主管。全体面向上，在此殊胜时刻，感恩诸山长老与法师带领大众遇佛，大众合掌礼敬法师，向法师行问讯礼，问讯。法师请面向大众，今天遇佛现场在菩提大道上，我们看到来自台湾各行各业的代表排成了平安吉祥的图案，这里头有台北市政府团队，有警察人员，有消防人员，有特搜中心，还有各个媒体代表，以及医护人员、移民署代表，还有身穿各国服装的新住民代表，以及演艺人员。今天有许多代表来到现场，一起祝福百业兴盛、国泰民安。而在两厅院广场，我们看到今年遇佛的主题，以清净之心力行环保，爱护地球。两厅院广场的中心有一颗地球，这是由1900多只回收的宝特瓶制作而成。我们看到地球忽而水蓝色，代表着清净的水资源，忽而变成了绿色，象征大地绿草如茵。
而稍后地球将变成红色，代表着五浊恶世，大地遭到破坏。盼望人人力行佛陀教法，斋戒护生，为地球疗伤止痛，祈求平安无灾。佛陀是宇宙大觉者，更是诸佛菩萨的化身。现在恭请总统、法师与贵宾转身面向宇宙大觉者，两厅院面向玉佛台，让我们一起向宇宙大觉者献上衷心礼赞。佛法所在之处，就是佛陀的化身。让我们一起礼敬佛陀，也礼敬人人心中的自信佛，恭迎宇宙大觉者。众生无量，法无量，慈悲喜舍度无边。宇宙星河浩瀚，累生累世的善缘让我们有缘共聚在此，同一个时间，同一个空间，在人与人之间汇聚祥瑞之气。让我们延续佛法悲止双运润子苍生，全体请合掌齐声唱诵赞佛偈。今天是佛诞节、母亲节，也是全球慈济日，让我们一起感念佛恩、亲恩、众生恩，齐心耕耘敬田、恩田与悲田。天上天下无如佛，境界一切无有。
者。全体向上行三问训礼，问训。再问训，三问训，恭请总统、马前总统、台北市柯市长、新北市佛教会理事长上敬下药长老、慈济慈善置业基金会执行长严伯文师兄、慈济医疗置业台北慈济医院赵友成院长就敲钟位置。今天的灵山法会，我们将以千人钟鼓齐鸣表达隆重至诚的礼敬，来感念佛恩、亲恩、众生恩。情形鼓队是由医护人员、海巡署的长官、实业家、各行各业、社会贤达共同组成。现在请总统与各位贵宾就敲钟位置。闻钟声，烦恼轻。恭请法师带领大众走向灵山大法会，钟鼓齐鸣。
感恩五百多位诸山长老与法师带领情形鼓队，立体琉璃同心圆，慧根深植菩萨道。虽然是短短五分钟情形颂的演绎，但大家有着无数次的演练和彩排，都为了圆满今天这个庄严的大法会，成就大家共同祈福。现在恭请总统、诸位法师、中央部会首长、各国使节代表、北市府团队以及与会的贵宾，带领大众为天下苍生共同祈福。大爱电视台将透过全球直播，将此刻庄严的祝福心念传递到全世界。现在全体请合掌，让我们以至诚心共同祈福，齐声诵念祈福文。祈愿佛陀慈悲护佑众生，光照大千。恭请总统及法师带领大众齐声诵念：祈愿正信佛法，引领世人福慧广延；祈愿生熟世众，广济博施，祥照人间，直指佛诞，万人颂赞，沐浴佛恩，虔诚礼敬，祝祷平安，感念亲恩，把握当下，行孝行善，祈愿天下人心净化，社会祥和，无灾无难。祈愿世界百业兴盛，厚德多福，国泰民安，国泰民安。恭请总统与柯市长、各国使节贵宾就浴佛位置，大众面向浴佛台。放眼天下，我们的世界仍是苦难与灾厄偏多。佛法告诉我们，苦来自于人心造作，贪嗔痴慢疑造成了重重烦恼。当我们的心被无明覆盖，就看不到自己清净的佛性。因此浴佛是洗净内心尘埃，让人人照见心底的光明和清净，让我们学习佛陀教法，用付出来为自己造福。清晨，只宣
社会各行各业的代表，方才我们看到除了医护人员之外呢，还有许多的实业家、特搜人员、消防队员、警务人员、移民署以及新住民的代表都来虔诚献供献花香，供花香。恭请蔡总统带领大众浴佛，总统请就位。礼佛祖，接花香，祝福吉祥。恭请马前总统与各国使节贵宾以及北市府团队代表就浴佛位置。礼佛祖，接花香，祝福吉祥。恭请总统与贵宾抚慰。2018浴佛典礼，大众浴佛，浴佛开始。礼佛祖，接花香，祝福吉祥。Thank you.
礼佛祖，接花香，祝福吉祥。
祝福吉祥。功德圆满，虔诚一念，绕佛绕法，绕佛愿佛常在人间，绕法愿法常在心田。透过绕佛绕法，让善念生波上达天听，菩萨道路精进不懈。大众绕佛绕法，齐声唱诵佛在灵山，请大众点燃心灯。其实我们人人都有清净的本性，只要去除烦恼无明，不用向外愿求，佛法所在之处就是灵山道场。借此庄严道场，让我们一起发心立愿，愿人人皆菩萨，代代传法脉，处处能安乐，日日皆吉祥。大众虔诚绕佛绕法，佛在
全体请合掌。此刻大众心念清净，以此清净之心，我们为众生祈福，也是在为自己祝福。愿人人响应斋戒环保，减少杀生，减少碳足迹。愿世间风调雨顺，人人平安。让我们一起虔诚祈祷。全体面向上，世间地水火风四大不调，瘟疫饥荒无处不在。透过万人祈祷，善的声波共振，让诸佛菩萨听见我们内心的祈求，人心净化，社会祥和，天下无灾。让我们唱出心中的祈祷。我的心在静思中感恩，我的心念充满虔诚，我的心念充满虔诚。大
心念上达诸佛听。众遇佛功德圆满，全体请面向上。法师与贵宾请转身面向上，全体请合掌大回向。今天是母亲节、佛诞节、全球慈济日，透过遇佛大典，感受宁静虔诚，感受佛恩佛德浩荡，全体以感恩之心大回向。杯子洒水净尘埃，
生定离垢。请法师带领大众向佛陀献上虔诚最敬礼，虔诚最敬礼。法师请向后转，全体大众感恩心礼谢法师与贵宾，全体请合掌向法师行问讯礼。问讯：阿弥陀佛，恭送法师与贵宾。不在灵山莫怨求，灵山只在汝心头。人人有个灵山塔，好像灵山塔下修。佛